大姐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谁是大姐？进来说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带着我的妈妈来做 K3 的。我妈妈她长期失明，阿兹海默，你知道吧？老年痴呆。哎，所以我想找人换一个高包，不知道你这里方便不方便？妈妈多大年纪？她70多岁了。 啊，这位是，这是我妈妈。哦，哎呀，这位是，这是我妈妈。哦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那儿还有没有空床铺？给我匀一个。